玄彬、孙艺珍、三三亿浪漫玩混，大家都还沉浸在他们的幸福氛围中。十一日，两人在透过公司给大家送上高清版的婚礼照，梦幻画面再度引发热议。当天下午，两人在被知己在经纪人助理的陪同下，一前一后现身仁川机场，还一起穿了个白色，新婚的幸福感藏都藏不住呢。据媒体报道，他们是要去美国度蜜月，但玄彬经纪人回应这是艺人私事，无法确认。而日前媒体也指出，两人婚后会先入住新房，向家人亲戚打招呼，一切安顿好才会出发蜜月。如今被知己现身机照，两人的高颜值组合再度让网友大赞，根本是韩剧剧照啊！